你有哪个地上啦？我这个地上呢，我这个地上呢。大家好，我是米酒妈妈。我们家小米酒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尿裤子了，哎，不知道为啥今天又尿裤子了，刚给他把裤子换掉。小米酒，为啥呀？小米酒，为啥呀？你是小鹦鹉吗？不是的。那为什么妈妈说什么你都要跟着学呢？你在学说话是吗？你是不是小鹦鹉？是小鹦鹉。是小鹦鹉。又喝水啦？咕噜咕噜。咕噜咕噜。本来说要跟他一块儿去接他爸爸下班的，裤子尿湿啦，我们就没去啦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可是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咦？什么声音？干啥？爸爸去洗手，快点啊！我没有洗过手巾。你去让爸爸给你也洗一下。看见爸爸回来就好开心哦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看着开心的。多吹吹剑是吧？爸爸累了是不是啊？爸爸上班累了，帮爸爸捶捶背是吧？捶捶肩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这是捶我吗？给妈妈也捶一下，是不是啊？给爸爸捶过，还要给妈妈捶捶。你这是打我还是捶我？打我。打我啊？你为什么打我啊？不能打。你说捶捶，你说给妈妈捶捶背。要掉呢。哎，要掉了，好，爸爸抱紧了。妈妈做饭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，妈妈拍照。妈妈拍照，那谁做饭呢？爸爸的爸。那谁抱你呢？妈妈抱你。妈妈抱你，妈妈拍照是吧？爸爸做饭，爸爸不想做饭，爸爸想抱你，好不好？吃烧饼。吃油条吃烧饼呢？哪里有油条烧饼？那明天早上去买烧饼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明天早上不好。明天妈妈做饼吃。哦，妈妈做饼，妈妈做的饼比买的那个好吃，好不好？做的饼好不好？不好。那你想吃油条？吃油条，那让妈妈给你炸好不好？我做饭去了。好，妈妈做饭了。吃豆干。哦，你怎么馋呢？不是馋的，不是。不是是什么？吃油条。太馋了你。哎呦，你拍我干啥？还有一个蛋汤。最近吃的都太素了，今天红烧了一锅大骨头。到这个锅里收一下汁。玉米喜不喜欢吃？不喜欢吃。虾呢？喜不喜欢吃？不喜欢吃。螃蟹呢？胖。螃蟹，他也跟着你的调走了。螃蟹喜不喜欢吃？喜欢吃。虾，虾喜不喜欢吃？喜欢吃。喜欢吃啊。老师。哦，还有老师啊，可还有那个。妈妈。哦、爸爸。哦，他们在做啥？吃饭。哦，在吃饭啊。这是。这个呢？这是牛。对，这个呢？这个是小鸡。这个呢？这个是羊。这个呢？这个是猪。不，这个喜不喜欢吃啊？喜欢吃。这个。这个不喜欢吃。哦，不喜欢吃牛肉，这个羊肉了。这个羊肉不喜欢吃。这个羊肉，完全被你爸爸带跑偏了。师傅，大爷，
去洗手吧。这么开心啊，开饭了。筷子要不要拿？要不要用筷子呀？ 嗯， 嗯，看我们筷子用的挺不错的啊、哦。哎，太烫了。哎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就呢，就呢，你看。你这也是几天没吃肉吗？你不是天天都有肉吃吗？怎么感觉像几天没吃肉一样？是妈妈做的太好吃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极了。嗯，先把肉挑着吃了。你也吃点饭嘛。味道怎么样？好极了。嗯，好极了。这两天没吃肉都瘦了是吧？啊，瘦了。没吃肉，多补补，多吃点。这是红薯，哎呀，专挑肉吃，少一点嘛。哎呦，哎呀，这筷子用的不错啊，溜溜的。喝点汤吧，别噎着了。来，这个好吃，翻开。嗯，都可以。哎呀，这大口。网上买的太大了，用这个可以。哦，网上买的太大了，用这个筷子，这个也是网上买的。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玩吧。都再见啦，好的，拜拜。下次再玩吧。嗯，好。下次再玩吧。妈妈，这个馒头真好吃。留个证据，又尿床了。我们小米酒，是不是啊？没尿床，没尿床啊？那这是谁尿的？没尿床。是谁尿的？这？没尿床，吹干了。吹干了、嗯？我这才准备吹呢。光屁股。还光屁股？你为什么醒来不喊我呢？啊，小米酒，这边弄呢，刚给他把裤子换了，你咋还尿床呢？啊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你别躲，谁尿的？我来赶紧吹一下吧，底下的那个都湿了。下次我们不要尿床了，行不行？狗呆，狗呆什么意思？你还高兴呢啊！你给我尿床了还高兴啊？下次不尿了行不行？下次一定要喊妈妈，知道吗？你看看这，尿床了这么开心，你也吃一点好不好？你吃不吃面条？妈妈用筷子吃面条，嗯，我用筷子也吃面条。好的，两碗面条。现在已经2:30了，本来说他睡觉了，我给我自己做点饭的，结果一忙的他都醒了，又给他去吹了那个，到现在才吃中饭呢。小米酒睡觉之前已经吃过了，我就下了点面，又给他捞了一点点面条让他自己吃。太长了，好吃吧，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啊。哎呦，厉害了嘛！开灯，开这个灯，还要开这个灯啊？不用吧，白天就不用开这个灯了。开灯，吃吧，能不能吃到嘴里呀、啊？能吃到嘴里。能吃到嘴里啊？有面头。掉了，掉了，算了吧，掉了就不要了吧。我呢？嗯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嗯，嗯。太长了，你看见没？这个筷子放到嘴里之后，打开，知道吗？打开。对，打开。红彤彤的。红彤彤的是什么？面条。面条怎么是红彤彤的呢？哦，红彤彤的妈妈的是不是啊？妈妈有辣椒。好吃吧，你用你的筷子啊，自己吃啊，妈妈也吃喽。我还蹭了一点点小米酒的肉酱，中午就随便凑合一下了，晚上等米酒爸爸回来了我们再做饭，真好吃。这个大馒头，这个大馒
你厉害呢，翘个二郎腿吃面条。打开，对了。打开。吃口菜。这个菜都给它剁碎了，你大一点点它都不吃。放哪哪的菜菜呢？放了辣椒啊，我没给你放辣椒呀。放醋呢？放醋了哈，没有，你不能吃醋，妈妈放醋了。你不会是想吃我的吧？还想吃你的。哦，想吃我的，我的你不能吃，我的辣。妈妈的。妈妈重新给你拿一双筷子。吃棒棒。对了。下午的奶不用喝了啊。要喝呢。要喝呢？你这一吃都饱了吧？还要喝啊？那少喝一点啊，好不好？好吃吗？妈妈做的面条也好吃。你个马屁精。你是不是马屁精？不是马屁精，马怕兵。马怕兵，马屁精。妈妈做的面条也好吃。那小孩太好玩了，这个菜比较小，筷子夹不到，知道吗？可以用勺子吃这个肉末。妈妈做的饭真好吃。嗯，谢谢。你是马屁精。这你开张。大家说说小米酒是不是马屁精？饱啦？不吃啦？不吃给妈妈吃吧，好不好？吃饱啦？吃饱了不吃啦？那我拿走喽。妈妈做的饭真好吃。好，得了得了。马屁精。得了得了，给大家拜拜吧。拜拜，再见，下次再拜拜。对了。